10次当中，我们有2次的观测高度是超过了9000米，有6次的观测高度是超过了8000米。然后，我们这次6个指标基本上都是超乎预期的完成了观测任务。其实我们之前使用的高空观测多数是探空气球或者是这种卫星观测，还有就是利用模型进行过模拟，没有这种从地表一直到高空就是在同一个地点，然后可以说我们的观测的精度是非常高的，因为我们控制了整个这个球的升球的速度，就是保证所有的仪器它在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。